孤独的背，你不要回头，哎，挪去，对，转过去啊。吃饱了吗？现在在睡觉，你看，睡觉，翘脚，理毛，也没动静了，回家，要不要去龙洞晃一晃？好了，收工了，回家了。哎呀，刚才又飞，飞到后面去了。好，飞走就算了，飞走就算了。好，来凑热闹，我要回家了。在头上，在头上。太难啊！太难，太难，太难，太难。还在追呢，还在追呢。没有出去，我要回家了，你还出去追抓猎物、啊、抓到一定是给雏鸟的，是给幼鸟的，他这姿势很久了，他这姿势很久，他已经在睡觉了。好，收工，回家，回家好了，我去龙洞，龙洞在下雨，龙洞那边在下雨，然后因为今天早上还不错，有点出乎意料之外，然后有几段拍得很精彩。现在母鸟站在这里，然后公鸟飞到这里来，幼鸟还在那里，巢穴里面还两只，这边看肉眼看好像也没看到，其实在这边应该可以拍得到，算了，算了，我走了，回家。好，今天的早上本来没有要来的，其实怕下雨几率，睡到6:20，然后想7点到这里，欸、还停路边的，路边还有停车位，天气真好。今天公鸟带了4只回来，今天巢穴被石头挡住，但是可以拍到，哇，原来长这样子啊！这边可以拍到二宝的位置，意外的，这边可以拍到二宝，那我如果来拍，我看一下那个公鸟。哎、欸，刚好在飞呢，我也很厉害啊！这是4800在追呢，这是4800，刚好飞出去，我很厉害啊！哎、欸，再过来，在这里，对，他来看公青鸟了，青鸟飞来我这里啊。4K120，等效只有720而已。冲！冲！冲！冲冲冲啊！树挡住，抓回来，等你抓回来，没有出来，没有出来，应该是在往
往哪边飞啊？哎呀，抓到！有一只啊！你是要带回去给大宝，我这边被卡住了。二宝看到他老爸了哈。自己冲进我画面的，哇！捡到捡到，这是二宝。等三宝出来好了。这真是最远的。